欢迎收看《给你点上新灯》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英国的真度雷藏寺十轮金刚大法会，莲生法王卢盛彦亲自主坛，并且传授十轮金刚戒律法。现在就赶快继续来听莲生活佛精彩的法语开示。这个笑话里面都通通要戒，通通要戒，这个也是要戒。陪着老婆去买菜，却碰到了小三，这个要戒啊，这是要戒的。陪着小三逛街，既然碰到了小姨子，这个也是要戒的。跟小姨子亲嘴的时候啊，碰到了岳父，被岳父看到，这个也是要戒。跟保姆亲热的时候啊，被儿子看到，这个也是要戒。带着小姐，带着小姐去坐计程车，想不到这个司机竟然是内地，啊，这个也是要戒。和网友见面，来的是谁啊？是老婆。这个是两个都要戒，两个都要戒，这个就是戒律嘛。啊，很多的你都是要戒。我今天呢，是重述于英国伦敦十轮金刚法会，什么叫做戒律？刚刚我们谈过的，都是很尴尬的。都是要戒的。首先我讲这个，先要守护根本密教根本十四堕，这个堕落的堕，密教根本十四堕。我讲的跟书上写的不太一样，跟你们啊现在翻开这一本书，这一本书是讲戒律的啊，讲戒律的，但是这一本书里面所写的跟我讲的啊大同小异。大同是这样子，其实密教根本十四戒也就是这个里面的戒律，没有错。我讲的也是，但是讲法不同，你可以翻起来大家参考。因为大家听说我讲戒律，大家都把书打开，那我照书念，那我念什么？我不念，你们就照书看就可以。戒律通通在这里面。好，讲完了。说话不能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讲你的啊。像我们今天做十轮金刚法会，如果没有事的，如果是没有事情，你在家里闲晃，没有什么事。现在世界各地飞过来都很快，啊，最远的地方十几个小时，最近的地方，啊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就飞到了，啊，在欧洲地区的，一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它就飞到这里来。如你在家里闲晃，你是出不了 school 的啊 student 啊，是学生，是中国中的学生，你没有来听教戒啊，这是藐视教戒，藐视教戒啊，根本上是很远飞过来啊，我也飞了差不多九个小时、十个小时飞过来啊。你十个小时能够飞不能到的或者更远的地方，当然不勉强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你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处理，不能够怪他，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在我的眼中看起来，世界上没有重要的事情。
这世界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什么重要罪事情也胜不了了生死的重要。你学这个法呢，你生死可以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的呢？当然了，也有，因为你躺在医院里面，你爬不起来，不能来，那没办法，这是你真的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能够来的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原谅，但是呢，你不能说你能够来但是不来，就是是逼视教戒。这一条，第一条，轻视诽谤根本是第一条啊。第一个轻视，轻视来讲，我们常常人都是这样的，像文人相亲啊，其实武人也相亲啊，啊，甚至于同行也相忌啊，同行，我们是同行，啊，你卖瓜，我也卖瓜，我说我的瓜甜，你说你的瓜甜，也是非相忌，也是相忌啊。希望我卖得多，你卖得少，这是人的原来的本性，这个人都是会这样子。那同行相忌，这个是宗教跟宗教之间，甚至于佛教各个支派之间也是这样子。我跟你从来不来往，你跟我也从不来往，我的教派，我教派的弟子不能到你的教派去宣扬我的教派。在台湾也有这个现象啊，四大山头，你在佛光山啊、中台山啊、慈济呀、这个华谷山啊，这四大山头，台湾有四大山头，华谷山、中台山、佛光山、慈济四大山头啊。你慈济人啊，跑到佛光山去讲慈济，这佛光山的人跑到这个慈济去讲这个佛光山的好，慈济人跑到佛光山去讲佛光山的好，这就是不能够容忍的，实在不能容忍。这个彼此之间都有，其实正面的竞争是可以的，负面的说来说去是不好。同样都是佛弟子，应该和平共处。所以我昨天讲一个笑话嘛，就甲对乙骂乙，你是猪。乙说骂甲，你才是猪。老师在旁边听到了，同样都是猪，应该和平相处。今天我们都是佛教徒，我们就是要和平相处，不可以分彼此，甚至于异教徒，回教、穆斯林，天主教、这个基督教、东正教、犹太教，同样都是一视同仁。道教都是发善心去做善事，再来呢，修行到更好的境界去，都是好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批评来批评去呢？何况是都是猪的时候，更要和平相处了。像我们佛教啊，这个我不敢讲我自己是什么圣人啊，这个、是剩下的人啊，或者是什么人啊，这个现在也是创办啊，大家都讲自己是什么人啊，你是慈济人，
你是佛光人，你是中台人，你是华府人，我们是真佛宗。哎，真佛宗还没有真佛人呢，没有啊，我们还没有，因为大家都是人，不要分彼此，和平共处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像海峡两岸也是一样的，同样都是中华民族，应该和平共处，应该互相的共同的发展，共同的文化，共同的发展，共同的人民，共同的信仰，共同的祖先，应该共同的和平相处。所以我们学佛不可以轻视，人都不可以轻视，何况是轻视毁谤根本上师，这更不可以。人都不可以毁谤，何况是毁谤轻视根本上师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第一条本身的意义说，这个讲第二条讲金刚兄弟的过失，讲金刚兄弟的过失也是不好，这个跟第一条差不多。各位观众，西雅图彩虹雷藏寺将在8月25日恭请莲生法王卢胜彦主坛金刚亥母护摩大法会，欢迎您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。密圣全球资讯网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好消息，卢胜彦文集第235册即将出版，让我们好好参读，报答佛恩。莲生活佛度化众生的翩翩感应，您是绝对不能错过的。卢胜彦最新著作《虚空来的访客》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各位观众，莲生法王卢胜彦弘法行程，欢迎您参考《真佛报》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这个舍弃第三条，舍弃菩提心。这个菩提心有两样，一个是愿菩提跟行菩提，一个是讲的讲出来，一个是真正去做的。发愿叫做愿菩提，刚刚菩萨戒在这里受菩萨戒，就是愿菩提。你还没有真正做一个菩萨，是愿菩提，发愿做一个菩萨。但是呢，你如果真正去实施了，你就是行菩提。行菩提真正去做了，就是一个行菩提，不可以舍弃菩提心，是不可以舍弃。学佛的人，学十轮金刚法的，学密教的，不可以舍弃菩提心。哎，这守戒真的是相当难啊。有一个笑话这样子讲，有一对很老的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75周年结婚纪念日，跟以往一样，他们共进了烛光晚餐。饭后，丈夫对妻子讲：“亲爱的，和你共同度过了这么75年，令我每时刻都充满着幸福的感觉。可这些年来啊，我始终有一个疑问。”为什么我们第十个孩子长得跟其他的孩子都不同啊？他有10个孩子，那有9个都很像，其中第10个不像。我们都已经这么老了，我想我不会再害怕40，
我想知道他的父亲是不是和其他的孩子不同。哦，这是讲得很坦白哦。啊，责问他的妻子哦。这个妻子犹豫了半天，终于点头，啊，很抱歉地说是的。这个丈夫啊，很受打击，妻子的承认使他无法承受，强忍着泪水，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：“他是谁呀？谁是那个无耻的父亲？”这个妻子犹豫了更长的时间呢、啊，终于她鼓起了勇气呀、啊，就讲：“这个无耻的父亲就是你。”前面九个都不是他的。啊，这个戒律很难啊，他一直犯戒到最后才改邪归正。这戒律是很难的，不过这也蛮值得同情的，最终的最后一个终于改邪归正啊，我们不能改正归邪，我们还是改邪归正。刚刚听师母讲啊，师尊什么都是对啊，这个也对，那个也对，全部都是对啊，非常感谢师母这样子的鼓励呀、啊，啊，非常感谢。反正师尊是十全十美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呢、啊，我到了英国，才知道英国原来是自由的国家。从今以后，啊，师尊终于自由了。因为既然全部对的，让他放他自由何妨啊？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就不用那么太多的戒心。啊，师尊从此到了英国以后，因为全部都是对的，从此以后就自由自在。过的，70岁以后啊，过着非常幸福、快乐、圆满的生活。Om Mani Padme Hum， 还是要守戒。有第四条啊，是毁谤经典啊，毁谤咒语。啊，毁谤经典，毁谤就是毁谤法。啊，我们对于佛法不能够毁谤的，因为是佛陀所说，是所有的佛菩萨所讲的，圣贤所讲的，都不可以毁谤，都不可以毁谤。当然，凡夫的，我们可以驳斥，可以批评，可以驳斥。但是也不要用不好的话语去驳斥。现代人不是，现代人在讲话这个或者写文章啊，用的都是很粗糙的语言，我们不敢讲粗话，就讲说用粗糙的语言去批评别人是不好。我们可以提出你的正论，在对着对方的不好的论调可以这样子的批评，但是呢，不能用粗糙的语言去骂一个人，或者是人身攻击不好，人身攻击是不好，用粗糙的语言去批评人是不好。所以对于这个佛的这个经典，圣人的经典，对于圣人的咒语，我们不能够毁谤，跟轻易的去藐视、去毁谤、去做，这是第四点。对未成熟的人
说密话，说密语，说密是不好，没有成熟，对密教他根本什么都不懂。那么你跟他讲高深的密话是不好的，对，是同门就可以讲啊、哦、但是呢也是这样子，对于粗浅的人不要讲高深的密法，太高深了，他们有时候会心里以为不然，像这个开悟就不能讲，因为太高深了。为什么不能讲？因为讲了可能会听到的人会不以为然，所以不能讲。讲高深的密法也不能讲，因为太高深了，你必须要用简单的方式去解释，不能用很高深的这个语言去讲。像这个我们多伦多有一个最大的雷藏寺，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最大的雷藏寺是净印啊，净印雷藏寺，净印雷藏寺是最大的啊，张雄上师啊，净印雷藏寺，他那个净印雷藏寺最大的，他有一尊这个大威德金刚，哦，大威德真的是大，所以是威德金刚，威德真的很雄伟的大威德的金刚，那他的金身露出来了，就把那个大威德也露出来了。一般人去看到啊，这莲旺上师一看到，莲旺在哪里啊？啊，在那里、啊。莲旺一看到那个大威德金刚的大威德啊，他说：“哎呦喂，啊，怎么那么大？”那他金刚上师都被吓到，何况是一般的凡夫啊，一定吓到了。你以为大威德金刚是溜鸟侠？啊，大威德金刚是溜鸟侠，所以那时候，我现在看那个净印雷藏寺的相片呢，大威德金刚的那个相片，他用这个哈达给他包起来，好，哈达吊起来就看不到，啊，哈达吊起来就看不到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讲了半天，也许你们还听不懂什么是大威德的大威德。就是不能讲嘛，大威德的大威德，那这样子讲已经很清楚啦、啊，不然要怎么讲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所以未成熟的说密法，那不成熟的人一进来，一到坛城里面来，一看到，哇，这拜的是什么啊？难道是拜那个大威德的大威德吗？啊，当然不是了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就很好解释啊、哦，很好解释。然后轻视五音，舍空性，我们不能够轻视我们的肉体，五音是肉体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代表五音，佛教的五音。虽然你身体有一个身体，你会感觉到。你会接触到，你有一个形象就是色，受会碰到会接受，色受想你有思想，行你有作为，有作为，识就是你有身在的意识的佛性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五种东西你都不可以轻视。包括也就不能够轻视你这个人，所以佛教徒讲不可以自杀，因为你自杀就是杀了你自己的佛性，你不能够成佛，你以你的身体去修行成佛，也不可以舍空性，因为空性接近于佛性，空性等于佛性一样，
开悟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空性啊。所以不能舍掉空性，也不能够轻视你自己，不可以轻视你自己。这一点，以拜德的为友，中国人讲得好，近墨则黑啊，近赤则赤啊，近赤则红啊，近墨则黑啊。你太接近墨水了啊，像我画画，画国画啊，画国画，我也画国画。你接近那个墨水，这个衣服上就会沾黑，衣服上有时候会沾到墨水。近墨则黑，近朱则赤啊。这个也就是说，你那个跟红的在一起，你会变成红的。有一个话讲得最好，格利亚的金吉，格利亚，韩国人的那个泡菜，所有的菜全部放进去。酱缸文化，韩国人有酱缸文化，你一进到这个酱缸里面啊，出来的泡菜都同一个味道。不管你是什么菜，从酱缸里面出来的是同一个金吉啊，都是金吉的味道，虽然大同小异啊，全部都变成金吉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被社会的大染缸给它染坏了，跟拜德的人不要接近，像赌钱的人，你跟他常常接近，有一天你会染上赌，更不好的毒品，你跟有吃毒品的人在一起，说不定会被感染到毒啊，你将来也吃毒。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我们接近圣贤，不接近拜德的人，这也是一条戒律啊，一条戒律。这个糖果呢，是母的还是公的啊？有一个问题啊，糖果 candy 到底是母的还是公的？这个大家很难一时之间回答不出来。答案是这样的，糖果是母的，因为糖果会生蚂蚁。各位观众，西雅图雷藏寺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法会，感恩根本上师莲生活佛主坛，并且传授冰头颅尊者大法，一切吉祥圆满，所求如愿，请您继续密切锁定密圣全球资讯网。